今天麻烦交通辅导老师以及交通辅导队同学到这个岗位指导。另外，现在各班的坐在窗户旁边的同学，现在请关上窗户，以及离开座位的同学靠上椅子。各班的服务股长，请最后离开。离开的时候，请将闸机拿掉，门窗、水电全置好、关好，再离开。另外，骑脚踏车的同学，请戴上安全帽再骑乘脚踏车。走路的同学，请踩断，边走不要边走边玩手机，稳住自身的安全。另外，爸爸妈妈接送的同学，上车前的时候跟爸爸妈妈说声谢谢，好不好？那酒精呢？对，酒精。哇，还有副酒精。那切断。那以后我来做这个。